拔石头。学习完成了，然后假如代数太低了，你可以调高一点。有的代数码打比较旧哈，就可以抓高一点，看已经调到37、38，它还是不会动，一样不会动。到一百的时候就有动了啊。再让客人有感一点，可能有时候要调到200。啊，这最大只能调到250。来看一下。250就上不去了，就上不去了哈。调到200左右就差不多。这样有时候入档的时候就不会太小。好，好，然后 OK 就确定。好 ，OK。先出来的系统哈，一定都要完成哦。好。